到台东香兰村的临时安置中心，志工来关心村长萧惠明。一困倒啊，我拢打地铺啦。赠送福慧床，慈济人希望让辛苦看灾的村长与当地村民都能一夜好眠。阿姐吼，你若讲人来时阵吼，你安尼搁小可安尼甲摕个者，安尼阿姐做当做伊啊。灾难后彼此凝聚力量，携手共度难关。台视新闻记者陈志功台东报道。